开饭，今天吃外婆菜炒鸡蛋，还有辣椒，还有那个小南瓜。这就是干两碗米饭的那种外婆菜拌饭，巨香。好好吃。姐妹们，这个外婆菜不是辣的哈，它是这样的，它里面是用雪里拱、芥菜、萝卜丁做的，到家需要炒，免洗免切，拿来炒鸡蛋、炒肉末、炒炒饭巨香。而且姐妹们不用放盐哈，炒的时候放点生抽、放点鸡精就可以了，不用放盐的。炒肉末毛豆也好吃，9.9块两包，多包更划算。我这是炒了一包的一盘。那个干辣椒咬不动啊，炸上三四个鸡蛋，炒散，直接倒外婆菜就可以。喜欢吃辣的放点辣椒。